beautiful China. Welcome to beautiful China.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活在五点》嘉宾访谈环节。那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吧。今天呢，来自我们中关村科技园区驻多伦多联络处主任王广利王先生。你好，欢迎你，王先生。谢谢，谢谢。提到中关村啊，我相信国内的很多观众都不会陌生，对吧？在北京也算是特别有名气。是的。我们一提到中关村，就想到硅谷的代名词。对对对，是这样。但究竟？中关村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组织，然后它究竟有多大，要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好的，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个 VOW TV 呢给我们这个机会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关村的一些情况。中关村呢最开始的是一个地名，就是现在呢也是在北京市的海淀区，最开始呢是海淀区的一个小小的地名吧。现在经过20多年快30年的发展呢，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科技园区。它的经历呢有这么几点，一个呢就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是叫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实际上主要是那个海淀路上，现在叫中关村大街，有这么一条街呢，当时是卖电子产品为主。后来呢到88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中关叫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然后到99年成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到2009年呢就命名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那么经历了这几年的发展呢，中关村现在的规模呢已经是由最开始的很小的一个小村儿，到现在呢有488平方公里，1区16园，在北京市的每一个区县呢都有一片地呢就属于中关村的这一块，享受中关村的优惠的政策。所以目前来说呢，中关村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大了。它在国内呢是第一家科技园区，是最大的科技园区。它的产值呢也是在国内，是在国内呢，中国呢现在目前有106家高新技术产业区，那么中关村一家呢的总产值呢就占了它的1/7左右，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园区。那么呢这个中关村呢是在国内是非常有名气的，那么在国际上呢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号称了中国的硅谷。这主要是因为它一开始呢得益于它的信息产业技术的发展，但是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呢，中关村的生物医药产业、航天呢、新材料啊、新这个能源呢、文化创意产业啊等等呢也发展得非常迅速。这些几大战略性的产业呢给中关村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前景。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再加上很多好的一些政策呢，每年都会吸引很多的留学生啊、海外人才啊来创业。目前呢，中关村呢有高技术产业这公司啊有接近20000家，那么它的从业人员呢有接近150万人，这主要是指高科技的人才。打断您一下，这20000家企业啊，其中国企或者是私企，或者是就是像中外合资的，或者是外企，这中间是不是哪些企业占大多数？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在中关村呢，因为它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基地，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以这个民营企业比较居多一点。当然呢，这个民营企业呢，规模呢都比较小，特别大的一些企业呢，比如说像联想啊、百度啊。搜狐这些大的企业规模是非常大的，也有很多的这些国际上的500强的企业，它的研发总部呢也都在中关村，比如说这个微软、Oracle 等等的，它都是在那儿设有自己的基地的。所以在中关村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名词了，不是局限于原先的那一条街或者是那一个中关村的那个小地名了，现在在北京呢是一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框架了。对对，以前提起中关村，我印象就是科技为主导。对对对。但是我以前并不了解说中关村还有这么多新兴型企业。对对。像您刚才说的生物技术啊、航空航天啊，对对对，还有就是各种新兴能源啊这些，这些是近几年发展比较旺盛的企业吗？应该来说呢，这些产业呢，原先呢在中关村就有，但是呢近10年来吧，因为尤其是99年以后。
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之后呢，加大了这方面发展，所以呢，它的这个产业呢，发展的非常非常的迅猛。因为这些产业呢，也正好体现了中关村的一个特点。中关村呢，跟外地的科技园区不太一样，它那个地域呢比较狭小，虽然呢有400多平方公里，但是呢，因为外地呢有很多的这样是空间用地的空间，中关村呢缺少，所以呢它的特点呢就是研发，还有这个市场。很多公司的研发总部呢会在北京，因为北京呢有得天独厚的一些资源。对，什么资源呢？比如说大学，在中关村这个地域里边呢有接近40所重点大学，那么呢什么样的学科你都能找得到。嗯，所以你找这个人力资源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再一个呢，有很多的国家级的科研院所，像中科院呢、中国工程院呢等等的，这有很多的这些这个科研院所，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资源在这儿。这就为什么在中关村的创业呢这么丰富、这么活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对对对，啊，非常感谢您刚才的介绍。我相信观众朋友对中关村这个概念有了一定的了解。对，而且刚才您也提到过，就是我们提到中关村，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了。对对对。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海外的留学人才啊，是是是，海外的创业者啊。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主要谈一下中关村海外人才考察团。嗯嗯。对吧？这个海外人才考察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而且就是是不是这几年新兴起的一个关于吸引海外人才的这么一个项目？您来跟我们讲讲看。好的，这个中关村，这个首先呢，我们这个联络处啊是2002年注册成立的。那么自从成立以来呢，主要的一项任务呢就是这个吸引留学生回国考察，为留学生呢回国创业提供方便。所以呢，我们每年都要组织2次回国考察，到现在呢已经是10几年的时间了吧。所以呢，每年呢都会固定的有2期，一期呢是在夏天，一期呢是在冬天，基本上是在圣诞前后。那么今年的这一期呢是在12月的，就圣诞节期间，22号、23号、24号、25号。那么呢，22号呢全天呢是报到，报到的地点呢是在这个逸豪酒店，是在中关村的软件园。中关村软件园呢是非常非常特别漂亮的一个科技园区，在里边呢像花园似的，住在里面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各方面都非常好。这是22号当天呢是入住，23号呢首先呢参观这个中关村的展示中心。这个展示中心呢就是像个博物馆似的，里边聚集了中关村的目前呢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科研成果。这个中国这个国庆节之前的那个政治局去学习的时候呢，也是到这个展示中心来现场参观呢，包括那个习主席啊，还有李总理啊等等，大家呢都去参观，在那儿进行的这个政治学习，是在那个地方学习的。那么下午呢，我们就要举行一个项目对接会，那么这些海外的留学生呢，可以到这个现场呢，跟一些这个风险投资家呀、一些企业家呀进行接触。可以把他们良好的项目呢进行一些对接，就是说那种面对面的交流。对对对，有点像 matchmaking 这种性质，是大家呢可以见面呢，风投啊，还有这些有这个大的一些公司啊在这儿见面，如果你有好的想法可以在上面进行交流，他们呢会找到合适的项目，这些有项目的人呢也会找到合适的投资方，给他一个做好做一个互动，提供一个合适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或者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些公司它需要招聘一些海外人才，会不会当时当天就跟大家说，哦，我们有一些岗位是这样留给你们这些海外人才的？然后因为这个海外人才这个创业呢是一个非常相对是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不可能是通过现在我就立马给你一个岗位，他可能去呢最好呢是建立一个联系，了解一些情况，只有了解了，然后你才能知道这地方适合不适合我。对，因为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条件，比如说给你10万，你来不来？光听这个钱可能很多，但是去了呢之后不一定是自己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所以这个呢考察了解了，然后呢做出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吧。所以这个见面会也是非常关键，对建立双方的联系来说。对对，确实是这样，能够给他提供一些情况了解吧。做出一些知情选择，这对自己以后做了选择以后也不会后悔。嗯，有时候呢可能匆忙做出决定呢可能是后悔的，是吧？对对对，要先了解。对对对，还有就是二十四号呢我们会分组进行考察。分组呢主要是按照这个行业类别，一个比如说信息产业，像咱们这边老说的 ICT 啊，信息通信产业，再个生物医药，
再有一个呢，就是文化创意和环保。那么我会去参观中关村科技园区某个代表性的园区，还有呢这个留学生的创业园，留学生创业园呢，然后呢有这创业园的一些负责人呢给他讲这些入园的一些政策，有什么优惠的条件，然后呢解答他们那些提问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会分三个小组进行考察。您的意思是说有在中关村有一个专门的园区叫留学生创业园？三十多个，每一个园区里边都有，并且呢还有一个专业园里边都有自己的，还有一些大学里边有自己的一些留学生创业园，专门划出一片地来，办公楼给这些留学生来创业的时候，让他们来创业的一个地方，给他提供方便，提供办公场所。好，那我们聊了这么多日程安排，我们再看看有什么报名条件。因为我这儿看您说的是国外已经创办企业，有跨国公司经历啊，以前有过创业经历，还有国外知名大学毕业，这个我觉得条条框框特别多啊。确实是这样，因为中关村呢作为一个科技园区，作为国内的龙头老大，国内最大的科技园区，那么呢每年吸引很多的人才，我们呢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考察团呢能够吸引到有一些海外经历的，就像你刚才讲的这种在海外有工作经验或者创办公司经验或者海外有求学经历的这些人到中关村呢去做一个实地的考察，了解一些中关村的这个创业的环境，了解一些中关村的一些政策，通过这个呢能够来决定自己以后是不是来中关村发展。我们想的就通过这种考察呢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吧，了解中关村的这么个机会。当然呢凡是跟那个中关村高科技沾边的我们都非常欢迎到中关村呢去考察，当然呢我们更希望他们以后进行投资创业，但是那都是后话，我们希望他们先考察，先去看一看，了解一些情况。对，好，那就跟观众再继续就是重申一下，我们这次考察活动的日期是12月23号至24号，但是我们的报名截止日呢是2013年12月12日。报名方式呢，您可以到我们中关村驻多伦多联络处的网站，是 www.zgc -toronto.com 上面去下载表格。填完表格之后呢，您要发送到信箱zgc-canada@hotmail.com， 联系人是王先生，还有我们的朱莉朱女士，电话是9053058298。那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仍有就是更多的疑问呢，那欢迎您过来联系王先生，谢谢大家，谢谢。